Take on the journey with LBC,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. I'm Emily. Emily Paris. Why is the vagina masculine? Le vagin n'est pas masculin. Exactement. Xinping, 你好。Hello。今天非常有幸我们能采访到新平，那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平，我现在呢是在巴黎的市中心的一个小岛上。现在住在巴黎的时候，会经常来这里散心，我觉得很舒心，很令人舒服。因为巴黎其实整个环境是比较乱的。然后现在我是已经第二次搬到巴黎来了，但是我就是有时间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喜欢来这种，虽然是。也有游客来，但是还是比较算得上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。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，什么时候来到巴黎，什么星座，什么血型。星座和血型感觉像在介绍对象一样。OK，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吧。我是2016年来的法国，我之前在大学学的是法语专业。2016年来到法国呢，就开始读一个叫做对外法语的研究生专业。整个大学期间进行的都特别顺利，然后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法国的这个不同的地方还有城市去旅行。2018年的时候毕的业，当时因为怎么说呢，可以拿到一种签证，可以在法国继续留一年，然后我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。然后目前现在呢是在做一些线上教育，法语的线上教育，是对外法语。我又想通过平台来分享我自己对法语的一些认识，就是一些地道的法语表达，也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我。对，是。我觉得这个来了法国对我的自己的这个人生，对人生的看法，还有对自己的思维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我觉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，就是不善于交流，但是来了法国之后呢，这样一个多元然后国际化的环境呢，就给我创造一个动力吧，就是自己必须得出去处理各种事情，然后必要的一些交流。而且就是在法国会碰到不一样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，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呢，也打开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开阔了我的视野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感觉自己变得比以前更开放。可能出国以后就是也非常锻炼人哈，不论是在这个学习方面还是生活自理方面交流方面，都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。对。那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在中国大学时候学的法语和你来这边继续用法语接受教育，有没有非常不同的地方？比如说发音啊，还是用法呀，还是态度啊？因为法国人都很有态度。对对对，肯定是有区别的。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法语呢，首先是它比较慢，而且我们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在这个书本上面。我们没有机会去真实的去用这一门语言来跟当地人交流。那在法国呢，首先我有了这样一个环境，外语环境，我就可以用我自己学到的知识去跟当地人去交流。再一个就是在当地国家说这门外语的国家交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跟自己书本上有时候会有一点出入，比如说这个词或者这个表达不能在这个情景下用，因为会产生歧义。还有就是在这个情景下用什么样的表达会更合适更地道一点。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，就是关于法国人怎么用法语说累这个词。我们在书本上只学过，比如说日语的一点，就是说表示累的时候，但是在法国日常交流中说累的方式有很多种。之前做过一个视频，我总结一共有11种。我们会碰到一些常见的，也会碰到一些课本上找不到的 bon c'est parti。 第一个呢，想必你都知道，就是 fatigué。 Je suis fatigué car je n'ai pas beaucoup dormi hier。但是我们在国内是接触不到这种知识的，我也不知道法国人喜欢用什么样的字母缩合或者是音节的缩合，这些就是只有在当地生活过才能去
了解到。等一下，点到刚才那个词我没有听懂，字母的缩合，字母缩合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些英文单词的字母缩合，比如说那个汉堡王，他们会说 Burger King， 他们会说 Vegan， 对啊 ，OK， 但是。我们没有在法国生活过的话，我们以为觉得他在说另外一种语言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就是所有就是不断的这样碰撞，然后不断的陷入到无知，然后又变成知的情况下，才能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这门外语。所以我觉得学中文也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个从课本上开始学的这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从这个书本转入到生活中，因为一旦。就是一开始就转入到生活中的话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是用什么样的语言。对，当然我在正式的场合下，我不会用那种字母缩合，跟同事一样，我不会用字母缩合，我会跳转到就是一种合适的语言级别。对。我们还跟新平一起来游一下巴黎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哪里吗 ？Hello， 又是我。OK， 我们刚从那个小岛上出来，旁边就是一座桥。这个桥呢是叫做 Pont Neuf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新桥的意思。这个也是巴黎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，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桥面上，我们叫它桥梁，是在它的桥的两边有各种面兽。法语叫做 Masque， 以前的作用呢，其实就跟中国门上在外面挂的两个门神一样，是用来辟邪的。那现在呢，它其实成为这个桥的一个特色，包括欧洲很多建筑、住房楼面上也有很多这种面兽的装饰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所以我有时候会专门过来看一下，看见我能找到几张不同的脸，但是是数不过来的，因为有的地方我看不到。有的地方是在河那边，有的地方被挡住了。刚才你说的这个桥叫 Pont Neuf， Neuf 我记得应该也是酒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，法语是个特别神奇的语言，就是它有很多音，翻译一样，但是它有完全不同的意思。比如说 ，vert 可以说杯子，也可以说绿色的，也可以说是虫子，比如说那种小虫子在地上爬的虫子。那在这里面的 Neuf。它是阳性的，表示新的，是指年代上的新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新桥。它的阴性是 neuf， 就是把那个 f 变成 ve， 就是 ve， 英语里面的 ve。对。但是这个如果当做数字讲的话，它确实是九，而且数字九的话就拼的也是一样的，对，数字九的话只有这一个读音，也只有这一个阳性的写法，所以就是法语就是一个。你需要去听，放在语境里，你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哪个词，然后是什么意思。你要如果刚才说 Pont Neuf 就是九桥，九桥，老九，老九的感觉，老九，拜。新平，你现在在吃什么？生煎包，好像这是我第一次吃，虽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以前上海的小吃，对，以前去上海的时候也没有特地的尝过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叫做极小生煎，教外国人怎么吃生煎包，要烫要卷炸。这个叫做什么来着？宜宾燃面。宜宾燃面。燃面。对，为什么叫它燃面？这个是，其实是热，这个是重庆小面。看看这是谁？毛主席。现在是新平老师教法语时间。由于我们现在在巴黎，那很多人呢都会来巴黎旅游。现在对，现在因为疫情，没有人来。小巷子。对对对。那我也想作为一个正在学法语的人，这个对发音是有很多的这个困扰哈。那我们就先从巴黎的著名景点开始教学。可以。第一个，埃菲尔铁塔。埃菲尔铁塔用法语说是 La Tour Eiffel。La tour 就是塔的意思 ，Eiffel，La tour Eiffel。好，下一个，
凯旋门。凯旋门用法语说是 l'arc de triomphe， l'arc 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拱形的门，嗯 ，triomphe 就是凯旋的意思 ，l'arc 胜利，对，就是凯旋门。下一个就是塞纳河，塞纳河用法语说是 la Seine。La Seine 就是在法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 La de Seine， 其实这个就是法语中的定冠词，有点像英文中的 the 什么什么，因为这些我们都是在谈论的地标型建筑，所以它都是固定的。那下一个词是卢浮宫，卢浮宫也是一个地标型建筑，所以也会有一个 le 叫做 le Louvre， le Louvre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狼啊？ le Louvre， le Louvre， 再来一遍， le Louvre， le Louvre。但是那个狼的发音是 le loup， le loup， 是卢浮宫。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法语里面的著名的小舌音，就是发的最优雅的方式，就是不要把它发的特别明显，要不然就跟吐痰一样。好，那再来一遍，狼 le loup， 卢浮宫，卢浮宫是 le Louvre， le Louvre， 好， le Louvre， 完了。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凡尔赛宫吗？啊。咱们还是说先说凡尔赛吧，嗯，因为它是一个宫或者是一个城堡，城堡用法语说是 château， château， 我们凡尔赛宫用法语说是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， château de Versailles， 很漂亮，很金碧辉煌的一座皇室宫殿。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如果有一天你们要来巴黎，千万不要忘记巴黎除了埃菲尔铁塔，当然还有这些东西，就是尿。我不知道是动物还是人的尿，在法语中尿用法语说是 le pis， c'est pu， c'est pu 就是很臭。然后其实在巴黎坐地铁，有一些很出名的地铁的站都是弥漫着这个尿骚味，当然在街上走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狗屎。最后祝大家好运， bonne chance。